看，这捡了一捆，嘛呀，这不老少啊！那也是捡上。这样扎水里就长呗。你别动了，这看就刺了。这也没怎么长起，掰呀，你瞅这姑娘。那掰。嗯。它就扔出来了。它就扔了。那就吃都没吃啊？嗯。这块长出来一根。嗯。嗯。你长的，但是也瘦，这样是长出来都瘦。这杆儿还挺粗的呢，老大。都没掰。这个它都没。不是，那它没吃，它就扔它干啥呀？它这给冻死了，不是，那它没吃，它就扔它干啥呀？它放平房什么，屋里没烧火，没烧火给冻死了。对，不见阳光也不行。你看这下了多少颗？你看它，这最起码二十来颗，这都是粗的，这个都是母的侧芽，这是粗的，好，这都刚刚粗。下了白下了，这弄回家就吃这么一茬，所以这一茬都没茬，就弄回来就它给扔了，因为这不见阳光哈，屋里也冷，对，屋里冷，谁上楼整它呀？温度达不到，谁上楼整那不行。所以还是开春吃，然后上山摘比较好。嗯，嗯，上这么粗的这个杆儿哈，按理说它要是你要不砍，它长那个侧芽非常壮实，
桶里加上水，它的营养成分没达不到，它长得就不好。而且再加上你这么砍了，底下它虽然说还分叉哈，分叉那个有的分不了了。有的分不了，那有的反正能分叉，但分叉它长得也瘦了。个别的分叉，啊，有的就死了。你加上你脑袋，那就像什么东西，你给脑子砍下来了，它还能活吗？它活不了了，有的活不了了。嗯，这种这样式的啊，这种分叉呗。对，你像从这张砍掉哈，像这样式的，嗯，从这还能发，发你看它是不是就长得小了？小了，嗯，它长得就不大了。你要是这个主干，嗯。长出来的刺老牙，就是非常壮实。这个刺老牙就是我们的东北第一山珍，算是最贵的了。对对对对。开春的时候，一般他们在市场上卖都50-60头一批嘛，头一茬。那人家也有老多大老板有钱的，人家专门愿意吃这玩意儿。吃个新鲜嘛，头茬嘛、啊。后期可能多了，可能慢慢就能便宜点。多了它就便宜了。嗯。当时少了它就是贵。所以现在都有在大棚里面种的。你像这种的，它要是现在这个冬天哈，你要整点刺老牙在街上卖，在超市卖，那得老贵了。那是。南方也有刺老牙，我之前听他们说李子柒的视频里面也摘过这个刺老牙，但是南方的刺老牙和北方刺老牙还是不一样。南方刺老牙你可能能掰很多茬，那块的刺老牙他们说没什么味儿，不像我们这个北方，这一年哈就长，可能就一茬两茬撑死了。后期不是还有长得瘦的？后期它是像这样似的，长出来的。啊啊，像底下分叉长出来的。你给这个掰了哈，它从这儿，你看这个小骨朵，你看这颗哈，这颗你要是给这个掰了，这个小骨朵这还能发。哦，它发的只不过就是没那么壮了，长得瘦了啊，就是瘦。然后像我们北方的刺老牙呢，就是说可能采摘期就是5月份，对，就5月份也就能采半个月呗。一年的话，你想它就这么一茬的话，所以它味道特别浓厚。刺老牙为啥卖这么贵？第一是因为在我们北方这边稀少，然后采摘时间短；第二就是采摘的过程中吧，它有点危险。对，你这么一掰，它容易打脸。对，扎人。给你看，哎，不是，你像这种就是弓子，这种刺儿特别厉害。这玩意儿被扎一下哈，手骨大包。嗯呐。啊，太危险了。对。这个就留烧火了。虎背熊腰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牙。外边现在变暖和了，现在都0-5-6度了。我们的这个冷库也不行了。天然冷库不行了吧？啊，天然冷库不行了，现在在往家里。家里还有啥呀？啊，你这个缸里。多倒腾点啊，看看能倒腾多点。还有多少啊？半缸啊？排骨。咱俩这是囤了多少东西？是啥？鹅肉，大鹅肉都化了，那底下都有水了。这是
这里面不都阴冷阴冷的吗？阴冷也不行，这有个肉，这是好像啥肉都有，这是猪肉。这样，哎呦我天，你赶快放冰柜里吧。嗯，别买肉了，这是鸽子肉。哎呀妈，这四老牙我腿都快好了，他不给我做呀。大骨头，还有大骨头呢。嗯，赶快炖个酸菜，炖个啥吃它呀？煮个火锅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大火腿。嗯，你看，还有一个大火腿。你说我够不着啊？你家这缸太大了。抬腿儿。你前天来还是我来够？抬不着底儿呢。抬腿儿。我来够。这啥缸啊？你胳膊短。你看，哎，个高的都够不着，人个矮的人能够着。我拿梯子，老头。哎呦我天哪，有啊。你有肉，我这吃肉了。别闹。我跟你说别闹。一会儿。一会儿踢着你。有个肉。哎呦。哎呦。这里还有啊，有鱼，哎呦我天，五个鱼，泥鳅鱼，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这得啥，这大的，做个火锅吧，这肉也都化了，哎呀，这还有那个什么托盘，什么托盘，啥，大樱桃，大樱桃，嗯呐，赶快拿进屋去吧，化了。都打我，逼着我身上，我没看着。他让我举高举高的，霍霍人一样的。像我，你举你姑娘脑袋上。这啥肉？哎，这还有肉。嗯。然后拿屋里去吧。行，这些苞米放着不怕，就那么几磅了。这个放这里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冰柜这是刚，这怎么？你看这还有鱼，这还泥鳅。最近赶快吃了吧。天天买。大鹅、鸽子。我最近没买肉。鸽子肉。我哪买肉了？排骨、猪肉。这都是之前买的，过年。那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说这肉，让你多长，好好养养。嗯。你不然我能买这么些东西吗？五味熊腰。看看这个，杨柳细腰，杨柳细腰，虎背熊腰。你干啥呀？还有啊？还有苞米豆腐。这豆，最近别买肉了，我这吃的胖的已经，衣服都不好买了。以后就别。哎，喂，嗯，把子这玩意儿。以后就吃这个。哎，这苞米豆咋吃啊？炒的。松仁玉米。生儿育女啊，生儿育女，你妈是免了吧。